日本怎么那么好用？总觉得看起来很熟，我刚刚泡了一个梅露。我们东京讨论完了吗？还没啊。我们不是住宿还没讨论完，还有哪玩哪里还没讨论完。我们是要排一个完美的行程。谢谢北原的浪小宝风世族，我先抽离了。记得不是困难哦，因为我的那个，我的在厨房，我在厨房，这个是 QQ 的。谢谢 Hoin 的浪小宝风世族。梦之国不是一到两天？对啊，梦之国就一天呐、啊，梦之国两天太多了。对，今天还是东京篇，可以东京加大阪、啊，我们可以讨论一半一半。来放个柯南好了。今天骑车先挂定 ，OK， 路上小心。谢谢 Popo 浪小宝风世族。谢谢欢迎真是浪小宝风世族。哦。狂咳欸，要吃完了。欸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已经好几天没咳了，然后结果我一开直播我就咳了，什么意思？昨天一天应该也不嫌多，可是就是有点浪费了去那边的行程，所以我梦之国应该就是只会选择一天，喉咙是故意的。对啊，对啊，他平常不太会来讲话。谢谢冰川选的提篮盆花，太久没讲话，也就是不知道，感觉直播就是一个非常需要一直讲话的事的。对，欸，我很想要住那个迪士尼的房间呢，但是不是很盘啊？有人有住过迪士尼的房间吗？谢谢卡尼的月赛应援，有没有人住过？我很想去住住看，我想住那个海洋的。晚安，嗨嗨，下午安。有住过香港的好吗？明年东京明年会开哈利波特乐园，但我不喜欢哈利波特，我比较没有那么热爱，你知道吗？谢谢念然为我开通一个月的粉丝团，谢谢，没啥记忆点。就觉得好像就是感觉很想要住一次看看，但又觉得好浪费钱，好想去哦。大家有看那个蔡阿嘎发的那个吗？ Remove 啊，好想买哦。谢谢俊泉的守护选品，有很多主题的，但如果可以住的话，想要住美女与野兽嘛，因为好像最有特色。谢谢包子的守护许愿瓶，提一下嘛，可是很贵啊。你多拍一点，说不定就不会觉得盘。我也是这样想，但感觉那个应该未来，我如果可以自己出影片的话，那可以成为影片的题材。我不需要现在做。こんにちは。就感觉我未来需要什么可以拍影片的时候，可以什么放在 YT 的时候，这种比较值得一拍。你知道我已经想说，我如果去日本，我要就是带很多钱钱去买爆。为了拍影片就舍得花，对啊，可是我现在还没有办法什么放上 YT 之类，那感觉未来比较有机会。
有三个月的太阳终于存到一次粉丝团了，恭喜！现在发了二年后的厂家，那时候就不新鲜了，好不好？失之毫厘吧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是失之毫厘？他还人品君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终于撑完十一月了，所以我昨天开始动我的 Apple Pencil， 开始在修图了。你可以让我去两三个位？对啊，好想买哦。对，我已经开始在动我的 Apple Pencil 了。十二月真的开始了，我要来发文了。我欠太多大家，我欠大家太多文了。因为我十一月一直不想要做我除了日常必须得做的事情以外的事，虽然贴文也是必须得做的事情，但我想说我为了减少不幸，所以我就没有发文。最后一个月，对，最后一个月，现在感觉比较不衰吗？就是事情比较没那么多，搞事的事情比较没那么多。就是真的看时辰，没有看时辰跟看星星。我跟你说，心情不好再怎么修都不会好看。对，贴文虽然会晚到，但不会迟到。那要签到过年，我希望不要了。谢谢小冰特选的行李箱。我就觉得，各位都知道吗？我就真的衰到一个极点。谢谢 Drake 的救救你哦！耶、yeah ，你们允许我直播修图，就会有很多照片。但我通常修图的时候都很安静，但我想跟你们聊天。对啊，没有阻止过我，但我就觉得好像应该陪大家聊天。疯狂过敏，我可能不允许快修吧。我要黑黑用这个时间修。对啊，真的好忙哦。哎，大家，你们应该都知道我不是故意不工作还是干嘛的吧？你们都知道的吧？我知道常常都很贴心、很体贴的吧？大家不会怪我的吧？大家都知道我这一个月发生什么事了吧？我回一下信息，等我一下。念一下进入的快吧，没有没有没有。但我想去的是海洋，所以我不会住美女与野兽房，我会住海洋的房子。我要住可以看得到海洋园区的房子。
凯生日快乐，昊天生日快乐。你还在吗？在下半年做我梦的歌。特别高，我不一定耶，我只要我可以特别几晚住贵一点的，但就是其他可以住便宜的，因为我基本上应该也都不待在饭店，我就是全部都往外跑的。虽然跟你们这样说不太好，但是我没有发文，我压力没有那么大，你知道吗？虽然有一点压力是我没有发文的压力，但是我就没有一直被贴文追着跑的压力，就是我的心情比较放松一点。要去日本？没有，只是先规划而已。希望有机会可以去。对，被社群绑架压力。对，饭店只是睡觉的地方。晚上要看阳台看什么？应该还是看得到一点吧，我是不知道啦，但我蛮想住住看晚上的海洋。那时候坚持一天，对啊，但我真的觉得，因为发文每次都就压力都很大。所以我上个月的时候，我到后面我就想说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的发文，因为我的心情真的是大受影响。对，我如果出国前，我会好好补一下。看到海房，真的假的？要我干嘛？可是就是这个月都是可以见到大家的，实际次数很多，但是我都没有时间修图，因为我每次修图都修很久。所以你们每次看到说佳丽你怎么拿平板在修图，也太专业了吧，我就说哦对啊，因为我就是很执着。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很努力在努力。讲废话，很努力在努力，有两个没两样。我真的没有耍废哦，好啦，我偶尔会想耍废一下，对，我承认好不好，我有时候会想耍废一下。你的行程，我的行程怎样？快乐对标志那样会有很多，真的。哦，你说我行程逃完到一半是不是？我怕你们都觉得我是，对，但我好像目前营造出来就是活在社群的人，但我每次都觉得社群给人的压力其实蛮大的。I always give my love to you.谢谢伯君的行李箱。可会因为社群走心，一堆人呢，不用给自己压力这么大。我也是这样想。谢谢剁手剁到吐的浪小宝风水族，想发再发，有啊，现在就比较 free 一点。嗨嗨，刘刘凡。
跟着你的节奏，跟着节奏。先播一点舞，还是我们在下播前的目标就是我们要发出一篇文，然后大家赶快在下面留言这样子。再修运彩的图，加油！修图加油，我也要加油。可是这样都没有，这样都没有惊喜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就知道我在修什么。谢谢浩谦的吻手礼，先不要，先让这样的困难。1.5其实已经够长了哎。Yes, I should go。大家最近都在干嘛？有没有出国的计划？他最近有出国的打算吗？他有出国的打算吗？还是都拿来见我们了，就不出国了。周遭的人都在出国，你才三个小时够修两趟。一想留在那就等不到红灯，这种比较好吧，不然我每次那个坐摩托车的时候都是红灯，奇怪，我的架子怎么不见了？我在这里。平板架，架架，对不起。哦，看不到吗？出去一天算出国的计划吗？什么意思？你说出国一天吗？学车到14天，离我好遥远的词，目前预算不足。一天放在真的，我也好想去。可是真的远离社群会比较快乐，才不会被社群绑架。明年出国出榜，哎，为什么不现在就出？为什么不现在就出？要明年再出？台湾要出国都要去日本，那日本要出国真的。你那个婚纱的照片真的很好看，而且我看到有人帮我做那个进化图，真的是好好笑，真低进化欸，4年来甚至会进化，就跟我说的一样，真低是在进化。我看到第一年你谁？今年的家用完了。目前为止工作都接，有工作当然要啊，有工作当然接啊，然后有推工作的时候。你们觉得我是会挑工作的人吗？不是。是吗？你们觉得我是会挑工作的人吗？我都买有机会就去挑工作的人。坐5小时不要躺在沙发。你在哪里啊？为什么是5个小时？哎呦！
他就默默看我修图，也好笑。那我去买东西。只希望你挑个时间休息。我如果出国，你们会觉得我出去玩不好吗？哼哼，大家看到哦 ，Hello 上嗨嗨，丽丽能量不足，我尽力好不好？我尽力可以吗？我一直在被各种追杀，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大家。画像に切れない塗り図が。叶う時は上がってくるの。那一篇超突兀的，那叫什么？那个贝克街的超突兀的。我会不会自己很开心，然后在那边修图，然后都没有顾到你？那大家最近有什么计划吗？发现到人问一下，好像是我觉得他说哪里不好。吃虫虫不要，为什么要吃虫虫？你买修感觉怪怪的啊！可是我的平板很好修哎，喜欢用平板修的人类。要不要带一点蓝色？因为它的光照下来其实是蓝色，但是我其实有点不太喜欢偏蓝的色调，所以我刚把它全部拉掉，但我又怕把全部拉掉变得太死板，留个80好了，留个20%，去80。现在比 PC 快吗？没有，我只是喜欢用平板修，我是用那个 Snapseed。Hello， 哈西桑，嗨嗨。大家都在上班吗？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？还是大家都被这11月炎热的天气，就弄得坐立不安这样。我是被11月的炎热天气弄得有点坐立难安。等下班上班，放学校车上，这是什么？只有学生的烦恼，在等校车。再把蓝色拉掉。我刚刚有重新开了吗？我没有重新开。
你们锅汤不能分开，所以他要干的料是不是？明天见，明天见，哈谁想？下班等车位，为什么要点等车位？摩托车还是骑车？可能都想剩下十二月的月哦，那是不是疯了？我每次修图就变安静，不行，我们一定要聊天。我们要聊什么？好，我们来聊聊日本的行程。大家去日本的行程是不是都只有剧场、演唱会、剧场、演唱会、秋叶原？你们是不是就直接住秋叶原？你们去住的话，老板不在的最后一天，哦，所以可以耍废是不是？等一下，老板明天回来，老板去哪里？出国玩吗？该说什么？笑你，还是会跑其他行程？人家想吃卤味，上野方便吗？我一直觉得肤色好深哦，不知道是因为背光的关系。怎么越说越奇怪？对呀，咳嗽好了。老板出国玩，你也出国玩啊？人家看公演行程。哎呦，这修不好，算了，我是不是要认真修图？他是不是叫我不要一边修图一边跟大家聊天？算了，我决定不修了。但我就觉得出国住起来最舒适。不修了，修不好。社畜。哎，有没有那个埋怨财中了就跟老板说，我不做了，我要出国。好的话，就方便去机场的地区，例如。对。我就是一下修不好，我就会放弃丢旁边的。我就是如此没耐心的人，对，就是如此没耐心。赔了就继续痛吧。但你起码买了一个希望啊，这种东西不就是这样吗？还没中到可以对老板大声说话的境界，中多少？你们那天去买运彩的有中吗？好像日本又赢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下投下去的太少了。你知道那张最大张的中了，血本无亏哦。21，那天是日本是输的哦，我知道，那好像是。昨天吗？还是什么日本赢了2-1，吃不到的时候都赔了。变成分析师，赔600。这怎么多了一个组团？好像有看到新闻。我拿一下卫生纸，我把小灯头拿过来。
小枕头请陪我直播哦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洗了衣服，所以你们记得带上。成田吧？为什么你要在活动前洗？因为我已经有点久没有洗衣服，而且我都要分两桶，一桶黑色，一桶白色。好香啊，除掉。心情不好吸小枕头就是最疗愈的东西。人家吸猫，我吸小枕头。哦，好香哦。小枕头什么都要洗的，等我闲一点，我最近好忙哦。等我有一天能有就是几个小时待在家里，能好好帮他搓澡，然后好好带他去烘干就可以。小枕头有点久没有洗澡，他差不多要洗澡了。但是小枕头对不起，我最近有点太忙了。羽毛还是毛草？羽毛啊，我又不是猫咪，吸毛草干嘛？对不起，小枕头，最近太忙了。哇，好香啊！烘干会不会缩水？但我平常都拿去烘干，因为我等不了自然干。小枕头，它真的是我宝贝耶。好香，补好了吗？还没。神仙干净一下。哇，好香哦！我要数掉了，怎么有这么香的东西？真是可惜，各位没有办法闻到它的香味。洗完就没有让它，这样会让它没有熟悉的味道。可是洗完的那个其实也很香。今天只播一个半哦，因为播太久，我的衣服会放在那边太久。啊，真的很香。各位是不是不常去梦之国啊？对不起的方式，猫起来吸。人家竟然说这台主播怎么那么奇怪？日本的全新一学期是从几月开始啊？有人去留学过吗？开放大家不行，小枕头不可以带出门，它不能接触太多人，它是国宝。它是堂堂国的国宝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想说，我不会加香头，只用洗衣精，洗小枕头不会用加香头，你心痛。明天现在等比例小一下，就跟没有出国不一样。不是啊，出国我会把它拿出来的时候，也只有在饭店的时候，所以它其实不会碰到很多人。嗯。你们觉得成天比较好还是雨天比较好？话题变太快。你们觉得飞哪里比较好？国宝级枕头，小枕头空气是什么意思？不会碰到很多人，对他很怕生，他只认我这个妈妈而已。他很怕生。欸，小枕头真的是蓝色的那个，真的是有够疗愈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他比你大，
你说小枕头比我大吗？让我看看，他比你老，他有比我老吗？小枕头，你有比我老吗？没关系啊，我说我是妈妈就是妈妈，陈天庭外面。啊，那叫什么？那个免税店哪一个比较好卖？谢谢 CKU 的花形银河，谢谢，谢谢 CKU， 谢谢鲁蛇的红玫瑰，制造日期。啊，但要以我认识他的时间来说，雨田比较有趣。你居然是雨田吗？可是我看我目前就是希望可以去的应该是成田欸。谢谢鲁蛇的浪小宝风世族。3, 4, 你知道我想去日本，但我还去查机姐欸。就是机姐不是还有什么预办登机吗？我一直觉得很酷。然后我一直想去看那个，一去用看那个预办登机。然后可是你知道，李丽丽就是一个，就是一个一定会把时间用得淋漓尽致的人，所以我一定是早去的班机嘛。那可是他六点才开。羽田班机，纯粹成田班机比较多，是不是？哦，羽田比较受欢迎哦，真的假的？哎，那你们有用过机姐的那个预办登机吗？有人可以跟我分享吗？虽然我可能不会用到，但是我其实一直很想用看那个预办登机，我觉得很酷哎，他直接帮你把行李送到那个桃机去。大家比我还要去日本。哈六厂是住在哪里呀、啊？哈六厂是住在哪里？你有没有推荐你的家乡的什么？绿绿要冲了吗？想去啊，我也很想去。大家那边给我拿欧米亚给回来给我们吃，真的是先不要，我真的越吃越想去。你知道我那个大饼都已经画好了，只差机票还没买下去而已。我的脑中都有想法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会有我没有东西拖延的错觉？什么意思？哦，联航哦，哦，你们都大红眼哦。可是我其实你知道，不能去的人就是很喜欢看别人拍影片然后去日本的影片，然后我就看到有些人说红眼超累的，就基本上真的是不要这样子玩。所以你们都推雨田哦？你当初还想尝试？哎，我还年轻，好不好？我想尝试很正常的。我才21耶，你各位几岁？我们就不要占年纪了，不然你们等一下又要呛我。今天是意志历程，3月我在今年吗？20，幸好我也20。卤肉饭是不是没有比我小多少啊？我们是不是差不多？26、17，哇，好小！他有啥是生物人哦？先跑台北，阿 Kira 你住哪？为什么会跑台北，然后坐机姐？可是我真的很想坐坐看机姐出国，就是因为我有坐机姐去过 Outlet。但我就很想坐机姐出国，可能就感觉很有仪式感，你知道吗？二一也稍等，明年几月出日本？哈，出日本建议走雨田吗？但我看的是两个都是成田哎，白发物理家40岁，所以实际呢？
他就讲年龄就伤感情，十七就觉得好小年纪，真的，我老了吗？他是做红眼睛，从天晚上也太拼了吧！应该可以直接去投。对啊，也很好奇机姐，但我也真的很想做做看机姐，就是做机姐出国的感觉。几年后呢，就可以搭机姐出国。偷偷嘴是不是洛克？也抱着救救你哦。谢谢。沙鲁怎样？嘴巴闭闭是不是？不敢讲是不是？嗯。第一节去机场，一个军医生，坐到机场就先坐到疯掉。为什么一直停？是不是？上班了再会，拜拜。再会啦，心爱无缘的人，那不爱就头嘛不再讲。过去像真一次讲。过去像，虽然忘记了，歌词是什么？回程的信仰没有啊，机场就让心飞送。不是啊，哇、哦！谢谢大风的香槟 level 吧，谢谢，谢谢大风，谢谢，谢谢抱着行李箱。可是不是飞羽田跟飞松山的比较少吗？谢谢幻影战士驯兽师七安，大家怎么突然都在丢礼物？三月生爱哭方，谢谢庄颖的啾啾你哦。啊，雨田比较好哦。ANAJ 那个啊，长荣有飞雨田吗？国外生活了几年，笑死！嘴哦，就开很慢。想大家肉舒服哦，是松山哦，松山雨田，所以通常松山飞雨田，桃园飞成田嘛。下班高铁机姐红眼日本，下班你说下班在七点吗？七点高铁到桃园哦，那桃园的高铁跟机场有在一起吗？桃园羽田直飞是什么？啊，所以成田不好，所以成田比较老嘛。机场清楚机场代码的，为什么？所以大家都推羽田呢？是因为羽田可以买的比较多吗？但我在想，我如果到了免税店，我应该也没剩多少钱可以买了吧？直接在那边的花光光。现在就多了很多规定啊。是不是免税已经有额度了？可以爆满到最后一分钟哦，所以成田很远哦。刚才我突然很好奇成田在哪里。谢谢志林哥的浪小宝风水族，但还有很想鼓我很好，让去一下厕所，请大家等等我。
我去一下厕所，请等等我。存钱在前夜，没有啊，因为我想说，我看那个都没有很远啊，我看那个速度都蛮快的，就是机场它有什么？我记得我之前有做功课，嗯，那个啊，存钱不是可以搭那个？哎，等一下，羽田超近哎。羽田超近欸，我傻眼。应该要进羽田欸，我现在看到，因为我那时候就一直看，成田，因为它成田占了很大一个，他说，成田，Skyliner 40分钟，哦，蛮快的啊。然后 NEX 50分钟、80分钟，蛮快的。就我没有看到羽田那个，羽田那个11分钟是怎样？我可是是不是成田比较便宜？恭喜你说羽田成田哪里接受的我？成田要坐巴士才可以进的，没有不是可以坐那种什么线吗？啊，所以木已成舟，我都想好了。我以为我想的很美好，我突然很好奇。所以通常什么松山对松山跟台智力的加强吧，对，有点想搭 Skyliner，我来点点看。哦，你们知道我很喜欢去那个，我来下载一下好了。我之前有下载那个叫什么，就是一些 app， 然后就是可以查价钱的。在成田呢，感觉应该会解锁、哦、在成田搭。可是你不觉得就是机场一定要到市区，一定要坐那个才有那个仪式感吗？谢谢 Draken 的一封信。你会觉得就是这样才有，就是要出国跟要回国的感觉吗 ？Sky， 每一季的。等一下，我现在发现我居然一直用热点。好了，切回来。对啊，就才要搭机姐啊，但是感觉我要去的时间一定搭不到，因为传统航空就是搭不到机姐啊，不是吗？现在不是还有什么自动通关之类的？
向前进一点，传统有机会，传统有机会吗？感觉做不到啊。很好看啊。中山飞东京羽田，红眼比较不可能，红眼才搭得到吧，就是搭末班车去啊。入境规定，为什么？BJW 是什么？跟传统还是什么？通常去机场要多久之前去啊？你知道我以前都是，就是家人会全部就是弄好，然后我只要负责去就好了。一般二保守三大机场四小时，国际线通常起飞。哎，你们都好清楚哦！我如果要出国问你们就好啦，你们什么都知道哎。你知道我觉得当偶像有一个最好的地方，就是你只要任何不会，你只要你不用问 Google 大神，你只要问粉丝们，然后就会有答案了。不过我有看到很多人就是抢不到那个韩团的票，然后那个开顾问答说有没有人有那个多抢票，把聊天室当 Google。 但是我不觉得这样聊天聊天也蛮开心的吗？你看特别长，真的，而且东西加一加，就是感觉加一加，我好像比较适合，我比较适合传统航空，因为我光那个行李的话，我可能就会超重。三小时前到，对啊，保守还是要三小时，因为我看的航班，我看的航班是8:54，可是要三个小时前一定来不及。谢谢思琪的月善应援，谢谢红硕的吻手礼，没唱就别当圣杯许愿好不？开卡机。欸，可是我看从那个中山飞羽田的时间都没有那么漂亮欸。不然就是很贵，不然半年都尾牙先，所以就只能靠自己去了。一两个回来装战利品，你说行李箱买行李箱回来吗？好，时间贵正常，但我看的那一个还不错，去8点回8点，16000还好了吧？这么对啊，就是先看啊，等我有时间，我就刷下去就出国了。就我这个人很喜欢先做功课，然后等我为了，因为我功课每次都做超久的，然后等我哪天我决定好了，我就出去了。来回，最便宜才3500，你说单程吗？给送机吗？
不给，那私人行程，私人行程。你机场当下，对，我已经脑内出国旅游好几轮了。付钱送你新鲜决定哦，真的。谢谢虫的吻手礼，16000来回不贵。对啊，可是我这边已经看到，我是看长荣那一班，然后那什么，桃园到成田嘛，17000来回，然后时间很漂亮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时间好像差不多，就是以现在的飞机票价好像差不多。因为我看现在羽田，松山到羽田都很贵，要不就是早去早回，不然就是无去无回。实际值哦，我不是开无痕欸，我是直接去长荣的官网找，一直刷被加币，我知道。我就直接去官网看，我不是用那个，我先用那种订票网站看了，就是大概的时间之后，我就去那个网站刷，就去长荣的那个看。为了送机请假，送谁？实际值呗，不知道。不要在同一个机场哦，是没错啦，但我看都是同一个，要重启数据机才是开不到，没关系，我不用这么，我的儿子们，我看这时间都超级无敌不友善的，我还没有看到一个是早去晚回的。哦，有啦，华航9:30出发，然后下午5:55回来。但我就觉得这种航班感觉就是还是会用到一点在那边的时间。那你觉得有没有便宜吧？为什么？很久没回来，我都到这么热血。长荣机场不用进长荣交通路线，比较不会出事。对，夜火向日葵。用热电，你吃饱比较好啊，不然可以用热电。早出晚归，可是出国不就是要早出晚归吗？好，我懂了，谢谢。一百一 ，OK， 谢谢。对啊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做红眼是什么感觉吗？我的心是红眼航班的，跟我喜欢的时间是红眼航班，但我的心里跟座位是属于传统航空的。
泪炸，真的假的？哦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之前某一年去北海道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去北海道，然后就很兴奋，很兴奋，很兴奋。哦，我是1月1号去的，然后那天跨完年之后，我就睡不着了，我就睡不着了，然后我就整天没睡，然后就是。因为1月1号嘛，然后就哇好嗨哦，还好新的一年，然后我就整夜没睡，然后去桃园机场，然后坐飞机，然后我到傍晚的时候我快挂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我在那这是什么角落？快闪回不见下影，真的假的？没有走睡，大红眼睛很红，很红就开始兴奋。其实你跟 Sunny 是。追星认识的吗？还是就是以前就是朋友？他去睡一下就到了。哦，其实我不太容易睡着啊，我只有在床上容易睡着，但我在外面我就会可能有偶包嘛，我就睡不着。你看那个感觉，就整就没睡，完全没睡。我就想说。好疯狂哇！跨年完隔天就要出国了，然后我好像2点多才睡嘛，然后5点要起来啊，5点要出门，然后结果我2点多，反正2点半躺到我睡觉，快点睡觉，睡觉，睡觉，然后结果就这样翻了2个多小时，然后我就起来，然后就准备就要出门，我说，黑人问号，有些时间好像会开始上麦的，往成年可以接受 NES。所以是推荐去的时候是 Skyliner， 回是 NEX 吗？我那回是闺蜜的人啊，睡觉的时候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哎，朋友能不能一起出国？就是你们是不是朋友，就看你们出国会不会吵架。成田站，多少人？朋友一起出国回来不是朋友，金城电碟。可是如果省很多嘛，我虽然之前有做功课，金城本线特辑吗？如果每次吵架，那很好啊。对，出国回来之后还是朋友，那才是真朋友。出国很容易吵架吧？朋友身边车上睡觉哦。出国为什么会吵？嗯，你拖到时间啊，生活习惯不一样啊，然后都可以吵吧。因为你出国就是一个会极度没有耐心的时候。然后如果你们这样还可以是好朋友的话，那你们真的是好朋友。刚刚普天元太阳在讲什么？真的很常吵，而且那张最最最快，时间就是精彩，也是。我还继续出国玩最少，真的。所以你们推荐什么？如果成天，我问你哦，你们比较推荐 Skyliner 到日暮里或上野，还是 NEX 到新宿？因为我如果想住，我会想住新宿或上野。我是不是？先坐 NEX 到新宿，然后从上野回来，还是我应该从上野开始玩，然后玩到新宿，然后新宿再搭 NEX 回成田？因为最后一天是不是要放新宿会比较好买？但可是我又会想要第一天新宿就先买东西。一律推上野，真的吗？因为我就在想，如果我出国，我到底要先去上野还是先去新宿？因为上野其实一定不会有新宿好买，比较不方便。没有没有，你知道我如果要去，我只打算带2套衣服，所以我第一天不买，我后面就没有衣服穿。现在还没开，没有。可是我如果
做8:50的话，那就是8:50的话就是几点到？8:50可能12点到，12点到一定都开了、啊。你要睡两个地方，应该会睡两个地方吧。我还想去住那个什么温泉旅馆之类的，想去什么河口湖呢？去御定场啊，或者是新宿比较方便。两个都会去啊。算了，对啊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我到底要一开始就到新宿还是上野？越想最后一天行程，我最后一天大概就是留在好买的地方买而已。我最后一天应该也是 shopping， 第一天跟最后一天是 shopping， 因为 shopping 比较好抓时间。我如果再去什么景点的话，绝对来不及。六个人去釜山哦，人越多越容易吵。然后是大睡衣，没有，去的穿一套，行李箱再带一套。所以我只要第一天没买衣服，我后面就没有衣服穿了。行程还不爽她闺蜜，就是超容易吵架。只要女生出国，一定会吵架。应该走居多 ，see。所以你要那个跟朋友，就是见证你们到底是不是朋友，就出国就对了。哎、欸，你们推荐河口湖？河口湖是河口湖还是箱根呢、啊？河口湖在哪？箱根在哪？请各位 Google 大师告诉我，河口湖在哪？那个河口湖，富士山是不是在那个山梨县吗？富士山脚下的小姑娘 ，Yuka， 我记住她的 catchphrase 吗？如果记错，我要被甜甜圈埋起来了。回的话，上野对我比较方便，真的假的？哦，你说最快吗？啊，可是上野没有什么好买的。你们觉得上野好买吗？因为我觉得上野一定比新宿还不好买。河口湖。嗯，后面啊，就可以寄放行李比较方便。他寄放行李会要钱吗？因为我之前听奶奶说，好像可以寄放行李。哦，原本那一家，哦，那没有，感觉我应该会换。我想说行李箱可以什么？如果我要去什么，就是想去住什么温泉旅馆，感觉可以寄在车厢那个什么车站的置物台之类的嘛，就是付钱的那种。富士山很大，你知道你们两个？谢谢天灵的滚手礼。你好，要搬行李？对，就是会需要搬行李。很燥的小伙伴，你知道现在是你认识的那个小伙伴吗？你说小伙伴要从什么日本回来还是什么的那个小伙伴？比较喜欢香根、静根、跟山里人应该是吵架。河口湖。逆富士是怎样？上野在美术馆公园，三零年这人富士山是谁的？原来如此。阿美横我知道阿美横啊，但是就是感觉我如果想要 shopping 流行的东西的话，一定是新宿吧。我如果想要在日本把日币全部就是用完的话，感觉我比较适合新宿。汽车站也不便宜，真的假的？除了日本，先去了日本再说吧。我现在连日本都还去不了，不用谈那么多了。河口湖没有波浪的时候，感觉大河也很漂亮哦。河口湖是不是还有一个那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我已经翻旅游书好像看到那个什么梅利号，就是那个我要成为海贼王的那个。那个号什么号的？对，梅利号吗？先生，先生，那 locker 放你忘在哪啊？哎，我真的有没有想说我要放在车站 locker， 就是放在里面，然后，对我真的好像有机会给他，真的有机会忘记。那应该可以寄放，至少不是，行程真的难排耶，
就像我这种想要换地方住的，我已经有点预，就是我已经有就是大概构思我想要什么时候去跟做些什么事情，但就是对，但我就是对，我也不能跟你们说我什么时候想去，然后我应该会做些什么，但我就是想要就是知道一下大家的意见啊，大家就也就不要问我说是什么时候或者是干嘛了，就大家就陪我聊聊这个话题。有稍微构思啦，但就是实际上能不能去又是另外一回事。就是回程他明天走不到，他不能拍照，然后问站务人员吗？嗯，要去王美玲，我们俩都不要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吵架的原因。谢谢玉珍的掌声鼓励。对，去了你们就会知道了。对，所以大家就不要多问怎么要去哪里啊，是要去什么时候要去啊之类的。对，我去大概就是买包。那年过去可能跟他们换要跟他们，车站会关门？对耶，车站会关门耶，好可怕啊！哪个人还是会到？对对对，对，我的旅程就是买。对，我声音好很多，我已经没怎么在咳了。谢谢四豪，啾啾你哦。谢谢泡温泉回原本的饭店，可是我想要吃怀石料理，就因为我们家小时候都会吃那个，就是全家一起去的时候都会去吃那个怀石料理，都会穿浴衣吃怀石料理。何雨桥吗？何雨桥在哪里啊？嗯，虽然在我的城，但不是真的，所以说拍照不一定找得到。啊，所以不建议一直换饭店，是不是？不建议我一直换饭店，是不是？还是大家有没有要教我那个出国可以用的用语？湖景，然后看着外面吃啊，这样子多少钱？住一晚多少钱？那、啊、有没有推荐的旅馆？有没有日本人推荐河口湖的怀石料理温泉旅馆？哈，那河口湖跟。河口湖跟箱根哪一个比较近？对，我要很有氛围的那种。台上人讲，那玉山美景在哪？不止你一次都没有。住两天讲，哎、欸，我真的很想要那个、欸，我都很想要住那个迪士尼饭店。这两个都要排两天，什么意思？怀石料理觉得还好，可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刺激吃气氛的。我想再去一下厕所，我喝太多饮料。等我，你家。哦，肥来了，等一下，我没关。好，我是热的，时间不够的原因。这好像要住两晚哦，太多想去的地方了。送快速券，他说饭店超好排。契儿，你住过？你住哪一间？你推荐吗？谢谢德明的音效卡，还有麦克风，谢谢。那你们推，啊，到底要不要住迪士尼饭店？可是迪士尼饭店很适合那种 YouTuber， 但我又不是 YouTuber。看饭店有没有看火鸟？好、啊、可是看烟火。对啊，我要去海洋的话，不会有城堡。啊，装不出去啊！什么意思？
你准备不同间，来换间，换换要保险密。哦，所以你有住很多间，可以跟我说一下他大概住起来感觉如何吗？如果海洋队晚上没去，这个不用特意说来。我是想要那个、啊、早上的早15分钟入园。自己去迪士尼又自己住，自己有孤单旅行店，可以分享一下心得吗？这点是真的很贵，他的饭店超凉，真的假的？所以真的有梦幻古住的感觉、啊，不同的那什么。我英文很烂，求翻译，英文太烂了。迪士尼的风格不太搭，大家可以差不多可以那个了，开始打内容了。大概在3-4分钟要面包，我要去晒衣服，不然衣服要皱掉。哦，主题，小弟配比较快。配合虫的植物的守护灵，开始。谢谢谢谢数学课本，救救你哦！谢谢泡泡的救救你哦！耶！拿什么？你说衣服吗？主题房更贵，另外房也很贵，哈。但是现在是稍微划算一点吧，毕竟汇率。谢谢鸡的红玫瑰。会很轻，那我喜欢的其实是达菲跟雪莉妹，所以其实公主房我还好。会去省的基本上好像是为什么要去泰国看韩国的颁奖典礼？颁奖典礼了吧？我没酒了。他们说，整体来说，该花的还是会出去，好像也是。又跟他们想迪士尼，哈，所以有人住过吗？刚买限定版达菲，限定版达菲是哪一个？最贵才6000，那好像还好啊。谢谢林果救救你哦！耶，谢谢！迪士尼办婚礼，我有去看那个，就是迪士尼的相关影片，然后看到迪士尼办婚礼超贵耶，而且会说服自己花的更多，好像也是。人生总要做一次，真的。我是拒绝他，原来如此。大概要花多少？你怎么会问一个没有去的人呢？你要问问去过的人啦。他说我是迪士尼狂粉，但我觉得是女生都会想要在迪士尼结婚吧，圆梦。啊，说下去就是回来的李丽丽要面对啊，算了。谢谢幻影战士天王星，谢谢。求婚吧，什么意思？哦，你说在那个求婚吗？迪士尼求婚吗？让爸爸面对，不用，没关系，我可以自己面对。在迪士尼求婚，亲口到不了。好啦，差不多来念榜了，大家。
谢谢冰特犬的提篮喷花，血就跟你未来的服装，你说拜拜。我应该还是会对好好的想想，聪明的黎莉莉可以忍住的吧。谢谢伯君的告白气球。早上这个人应该出15万台币吗？谢谢杰的红玫瑰，谢谢杰，谢谢神粹丽丽的杰。未来的丽丽可以忍住吗？可以啦，什么不行的？台币，一个人15万台币，那你可能要交富豪朋友才有办法红包包一人十五万哦。小的时候，就在那个梦幻国度，会不小心掏钱买太多东西。还是要有温泉旅馆，回忆无价，真的是回忆无价。上位还要小包上天天的王子工作，真的假的？好棒哦！去迪士尼就是要买耳朵啊！你在讲什么？去迪士尼就是要买耳朵啊！你不买耳朵，你说你有去过迪士尼吗？你买那么多头箍干嘛？这是迪士尼的仪式感，它就是仪式感，它就是去迪士尼必备的东西。好啦，念榜啦，大家。第一名是 C.Coolie MK，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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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谢谢 C.Coolie MK， 你的头贴是什么？神奇宝贝训练师哦。那你那个宝贝球丢出来是本丸奖跟 Coolie 奖吗？谢谢第一名的 C.Coolie MK， 谢谢 C.Coolie MK。第二名是包子，谢谢包子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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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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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第二名的包子，谢谢霸王。3月12日21日，我们修改。你给我修改那串，你不如随便打一句，我还会比较开心。你每次都改修改那句，不然你可以花式的说你爱我啊。我已经给你一个方向了，要记得改。谢谢第二名的包子，谢谢包子，谢谢第二名的包子。等一下放音乐。第三名是 Popo，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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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谢谢第三名的 Popo。骑车没空，但你骑车其实你还回蛮多的，蛮厉害的，怎么还跟得上话题呢？谢谢第三名的 Popo， 谢谢 Popo。第四名是 Draken， 谢谢 Draken， 谢谢 Draken 爱丽丽的 Draken， 我直接帮你改。谢谢第四名的 Draken， 耶，谢谢。第五名是幻影战士，谢谢幻影战士。你看一下，大多人就放心的。特别人，另外几天过不了几天都盘不盘？买梦想是不盘的。梦想能实现都不会盘。谢谢第五名的幻影战士，谢谢幻影战士。
第六名是钟莹莹，谢谢钟莹莹，谢谢。那就再看看其他这样的例子，我也期待。谢谢钟莹莹，谢谢第六名的钟莹莹，谢谢。第七名是大风，谢谢大风。人生的目的是啥？完成目标，实现目标，赚更多的钱给自己花，实现自己的梦想。谢谢第七名的大风，谢谢，谢谢大风。第八名是思豪，谢谢思豪。通勤不方便打车补上 ，OK 的，没问题。回家小心哦，路上小心，可以慢慢打，没关系，我不会逼你的。谢谢第八名的思豪，谢谢。第九名是数学课本，谢谢数学课本。换了漂亮衣服，我真的很期待，我如果去了日本，我一定会买了一堆有的没有的回来，然后我要买很多很多发胶，发胶真的是很棒。谢谢，谢谢第九名的数学课本，谢谢。那你知道化妆品这种东西就是找代购买会超级无敌贵，但其实你只要自己去买，然后一次买很多，然后就觉得哇好划算哦，对，大概是这样。谢谢第九名的数学课本，谢谢，谢谢数学课本。第十名是邻国，谢谢邻国。生日礼感觉活力都回来，对啊，就是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我觉得十一月过完，我就是给自己一个重新整理的机会，对，就是关机再重新整理的那个重新整理，对，所以就是对放下一些东西，然后让自己沉淀一下，好好面向新的一个月，对，好好对面对这个月。哎呀，那后来他是几只羊？那点，等一下，我再买彩点。你说去日本彩点吗？这么拼，所以你要等我出国玩才可以出国，是不是？谢谢第十名的邻国，谢谢，谢谢邻国。第十一名是明喵金鱼，谢谢明喵金鱼。那栗子可爱少年加油，让人家会直播。OK OK， 我会好好加油的。谢谢第十一名的明喵金鱼，谢谢，谢谢明喵金鱼。第十二名是博君，谢谢博君。嗯，让栗子把小东西想想，会啦会啦，你们不要担心，我真的会帮他洗香香，是因为最近比较忙，所以我并没有时间帮他洗香香，但我一定会帮他洗香香，他一定会香香的好不好？他现在也是香香的。可以吗 ？OK，OK，、okay? okay? 谢谢，谢谢第十二名的博君，第十三名是志玲哥，谢谢志玲哥，志玲哥最近过得如何？还好吗？有没有工作很辛苦呢？谢谢，谢谢第十三名的志玲哥，谢谢。第十四名是冲，谢谢冲。那就是，然后是，那人家比较年轻，人家年轻的。然后好像越来越喜欢听老歌，没关系，我虽然才21岁，但我也喜欢听老歌。思想没退化，怎么啦？谢谢第十四名的虫，谢谢虫。第十五名是冰彻玄，谢谢冰彻玄。第十三，莉莉森写特点在你，常常守护你。OK OK， 谢谢第十五名的冰彻玄，谢谢，谢谢冰彻玄，谢谢。第十六名是鲁生，谢谢鲁生。2020年4月，好快哦！不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吗？赞叹，赞叹，赞叹，赞叹时间，赞叹年纪。嗯，拍到就是累死，看到两站站两站，你出席了，你回来，真的辛苦了，你们也辛苦了。真的辛苦，你们两姐姐，那个大不了快乐新的一年了。我希望我明年可以改改运。这是一样的活动见，活动见啦！谢谢鲁生，要多多休息哦，每次拍照辛苦了。也不用我要变光，我们笑死！虽然只要有机会拍贴纸给你，没关系，谢谢。你们不要寄喜帖来。来公司哦，我会傻眼哦。好时间，法教泰坦空间，哎，没有，真的便宜很多，好不好？
你好像在戴 cap、哦、我一直想去买 cap。 好啦，今天就到这边啦，谢谢大家，大家也要多多休息，然后就是对，希望大家都顺顺利利，耶！好啦，大家拜拜啦，每天都要过得快快乐乐、健健康康，明天见。